我好饿呀，我好想吃这只胳膊，可是妈妈跟我说过，吃别人的胳膊是不对的。好吧，我把这只胳膊给它放在这里吧，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取吧。好饿呀，真是越饿越能得到东西，这又是谁的胳膊呀？怎么丢三落四的？但是妈妈说了，不能吃这些不能该吃的东西，我还是走吧，等着施主来认领。这个今天应该是特别幸运的一天，这都是谁的呀？我怎么捡到这么多胳膊呀？哎呀，我好饿。忍住，妈妈说了，不许吃别人的东西。这是谁的胳膊呀？也不来认领，难道没有胳膊不能走路吗？鳄鱼，我来了，我这个胳膊是我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在这等着急了吧。没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妈妈说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，你拿走吧。奥特曼，你是大好人，是保护正义的，你是专门打怪兽的大好人，你拿走吧，不用客气。好，那谢谢你了，鳄鱼，真的很感谢你，下次如果你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会帮助你的。好，那我就先谢谢你了，奥特曼。啾，哎呀，我还是好饿呀，我真的好想吃肉啊。黑暗杰德，怎么是你呀？你过来干什么？鳄鱼，这是我的胳膊，你没看我丢了一只胳膊吗？嗯，黑暗杰德，那个胳膊原来是你的呀，那么我就要把它吃掉了。为什么？你凭什么吃我的胳膊呀？因为你是坏人，你是黑暗杰德，我要把你的胳膊吃掉啊。你鳄鱼，你这个小鳄鱼真是太可恶了，你等着，我去叫我兄弟来收拾你。哼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这不是我的胳膊吗？哎，慢着，贝利亚，这是你的胳膊呀，早说呀，早说我早把它吃了。鳄鱼，凭什么吃我的胳膊？哼，因为你是贝利亚，你是做坏事的贝利亚，我讨厌你，小朋友也不喜欢你。现在看我的。你要是再跟我在这耀武扬威的，我把你的腿也吃掉。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鳄鱼，你放了鳄鱼，鳄鱼，你再跟我嘚瑟吧。我错了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以后改还不行吗？以后不做坏事了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你看你都把我整成这样了，我还能跟你撒谎吗？那好吧，我刚才也是有点过分了，但是我让你知道，贝利亚不能做坏事，听见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错了，鳄鱼，下次不敢了。好，我就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如果以后你再做坏事的话，我鳄鱼第一个不能饶了你。好，说话算话。哎呀。